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网上敬拜。下面我们来读一处经文，这个经文在箴言书第八章1-10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从岁首到年终，主啊，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主啊，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岁月，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困苦、艰难、挫折。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没有你的允许，没有人能伤我们一根头发。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我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会众，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孩童，让我们每天得以刚强壮胆，每天能够得以与主亲近，能够常常听到主的话语。就求主你大能的手亲自的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倒。求你将天上的府库打开，把那些恩典充充满满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凡事不至于缺乏。主啊，我们知道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与我们同在，就求主格外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一切。求主没有我们同在，求主能够将我们托在你的手中，抱在你的臂弯。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的臂膀，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得以更新造就，定睛在你的身上，时常与你亲近。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先爱了我们，你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定当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世上的一切转眼即逝，但是你才是那永恒的存在。以上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下面给大家宣讲一下教会的几个事情。巴彦传道最近要休假，巴彦传道将于8月22号到10月8号休假。如大家有任何与教会有关的事情，可以与安久牧师联系。教会呢，计划重新开放我们的教堂。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计划重新开放教堂，恢复在教堂举行主日崇拜。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亲自回教会出席主日崇拜。从去年到现在，教会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我们很感恩，现在是我们共同迈出下一步的时候。在我们重新开放教堂的初期，英文堂和中文堂将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同一个星期天上午崇拜，在教堂举行主日崇拜和网上主日崇拜将每隔一周轮流进行，英文堂和中文堂将每间隔一周在教堂举行主日崇拜，英文堂和中文堂将每隔一周轮流使用教堂，也就是说，如果这周日是英文堂在教堂主日崇拜，下周日就是中文堂在教堂主日崇拜，英文堂第一次在教堂崇拜主日将于2021年9月12日周日上午9点30开始，中文堂第一次在教堂举行主日崇拜将于2021年9月19日周日上午9点30开始。别担心，我们仍然会为那些没有准备好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提供网上主日崇拜。我们认为继续为那些不能亲自出席的人提供网上主日崇拜的机会很重要。所以无论你是选择参加网上主日崇拜，还是亲自去教堂参加主日崇拜，我们都很高兴与你一同敬拜神。中英文崇拜都将继续提供网上主日崇拜，在教堂举行主日崇拜时将同步进行网上直播，稍后还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看。由于人数有限，想要亲自到教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需要在网上报名，填写一份网上报名表格。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们的安全措施到位，我们将在未来几周提供更多细节。目前阶段我们将不在教堂提供儿童主日学，但我们将继续提供网上线上儿童主日学。然而如果你想和你的孩子作为一个家庭一起到教堂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欢迎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当我们重新开放在教堂举行进聚会崇拜时，我们将进入一个试行期，以逐步摸索如何最好的通过实体和网上维持教会的发展，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持续的支持、带导和参与。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讲员是灵珠文敏传道，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信心的祈求。经文我们可以看雅各书一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主见。卑微的兄弟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日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下面我们就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灵珠文敏传道。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生的追求，在这路程上祷告是极重要的操练。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信徒多半活在贫穷中，不但生活艰苦，还要大遭逼迫，但患难往往是神变相的祝福，促使信徒更亲近神，向他祈求，在祷告中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信徒在苦难中极需要智慧，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若缺少智慧就当向神祈求。向神祈求智慧，这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祈求，因为在患难中我们极需要有属灵的慧眼去看透万事。
雅各书又教导我们祈祷必须凭着信心求。那什么是信心的祈求？信心的祈求到底是信什么？我们不一定能明白神的作为，但我们可以绝对地相信神的智慧是何等的丰富，他的慈爱与能力永远不变。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吗？非常感恩今天又有机会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继续的从雅各书里面去学习神宝贵的真理。雅各书的中心是讲到一个活泼的信心。雅各书是讲得非常详细，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其实它就是讲到一个活泼的信心。一个活泼的信心就能够使我们跨越苦难，在患难中仍然是充满喜乐、平安、盼望，在一切的试炼里面，叫我们能够继续的艰辛的去忍耐，以直到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而且我们能够完备，没有缺欠，直到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美好的旨意。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位的姐妹，叫做苏恩佩姐妹。今天我想再详比较详细一点的讲到她，因为她就是一个在患难中大喜乐、艰辛忍耐、活出活泼的信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苏恩佩姐妹她生命的见证，她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她的文学非常的好，她写了无数的散文，她写了几本的书，而且她的英文也是非常好，所以她也翻译了几本的英文的书。他是一位体质非常弱的一个人，他是一位弱质的女士，但是他的志向和他的情商都非常的高，因为他20年来被癌症所缠绕，被癌症所煎熬，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他本来体质已经是不太好，个子不大，他身体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他的心灵啊，他里面的人是何等的强大，他简直是一位属灵的巨人。所以很多文章写到他的时候都说到，一位弱质的女士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巨人。他自己说他是一根的蜡烛，他完全的为主来烧尽，他是一个福音文字工作的一位大战士，他的生命燃亮了许多的心灵，震撼了许多的心灵，他生命灿烂的火仍然是在千万人的心灵里面来燃烧。他生长在香港，他去美国留学，他到台湾侍奉，然后回到香港医病，又去到新加坡去养病，在每一个角落他都留下美好的见证，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创办杂志，用文字来侍奉神。在他生病非常的严重的时候，他在校园团契里面写了两篇文章，叫做《只有祝福》。1970年他癌症，他是大垮台的一年，他生病的非常厉害。他本来呢是很会唱诗的，而且他弹得一手的好琴，但是因为他患上了甲状腺癌，
所以他手术之后嗓子就萎了，不能再唱歌。他写了书，讲到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在他啊健康大啊大花台的1970年的时候，他写的只有祝福。然后再写另外一篇文章是人是祝福，人是祝福。他生于1937年1982年4月11号，在复活节的那一天，复活的主就把他接到永远的荣耀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在他去世之前的半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死亡别狂傲》。死亡不能胜过他，死亡不要狂妄，死亡别狂妄。他去世了之后，这一本书就加版的非常厉害，18版、20版啊，因为很多人都因为他生命的见证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一位这么弱小的一位的女子，20年来死亡的阴影一直在随着她，但是她为主所做的工作，在这个属灵的人的面前，我自己实在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惭愧。他的工作量是比健康的人不知道要多出多少的倍。我们真的看到这一位的姐妹现在南洋、新加坡、台湾、香港的信徒是多么的怀念他。为什么我用这么多时间来讲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雅各书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了，仍然是艰辛的忍耐坚持下去，直到生命完结。在他离世的前一天，他曾经讲过，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没有遗憾，没有这一位属灵的巨人。今天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今天我们继续讲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来看到第十一节。今天的题目是在是讲到信心的祈求。我讲说雅各书是一本讲活泼的信心在这里第五节开始，雅各就讲到祷告的事情了。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信心的祈求。今天的内容分两大段，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在缺乏中来祈求，缺乏中来祈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变幻中喜乐，变幻中喜乐。好，我们先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在这里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去祈求。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东西里面，雅各偏偏就是讲智慧呢？他说，如果我们缺少智慧，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他不说我们缺少金钱，我们缺少工作，我们缺少生活所需的东西呢？他却是说，我们如果缺少智慧的，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啊！哇，智慧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就记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旧约，就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祈求神，神说：“你求我。”求我一件事，你要求什么？你求我，我一定给你。所罗门王就求智慧。原来智慧这么的重要的，因为智慧能够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智慧就能够给我们有属灵的慧眼。
能够给我们对世间所有的事，对人生，对世界，对价值观都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我感觉到呢，祈求智慧呢，乃是最智慧的祈求。懂得去祈求智慧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祷告了啊，因为有智慧，你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就对人生有正确的观念，对世界有正确的看法，对价值观，对成功观，对金钱，对无论什么事，你有正确的慧眼去看透万事。在这个祷告里面呢，雅各也教导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在这里雅各说啊，我们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神。好，我们对神的认识，首先我们看这一位的神是厚赐众人，他是厚厚的赐给我们啊。英文的圣经是说 God gives us generously， 神是非常慷慨的一位神，神是一点都不吝惜的神。记得诗篇103篇第八节怎么说，那边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有恩典，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哇，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都是丰盛的，不是一点点的。哎呀，神是何等的慷慨，何等的大量，神是绝不吝惜的啊！而且神是厚赐给谁呢？厚赐给众人呐、啊。God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啊，神是厚赐给众人的。神是绝对的公正、公义、公平，神不偏待人，神不会说这个人很有学问，我多给他一点。这个人很有地位，很有钱啊，我多给他一点。这个人很帅啊，哎呀，这个人很漂亮，我多给他一点。神绝对不偏待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特别特别的顾念贫苦的人，神是孤儿的父亲啊，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啊，神是很慷慨的神，神是很大量的神，神是要厚赐给我们众人的神啊，神不是给一点点，他神乃是给很多很多很多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怜悯给我们，丰盛的慈爱给我们。这里雅各也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不测这人的神啊。这里英文圣经是说 without finding fault， 就是说神呢，我们来向他祈求的时候，他不是一直在找我们的啊不对的地方，不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错事哦，一直在找啊，看看你这里又不对，哪里又不对啊，这个又做得不好，那个又做得不好，使到我们很怕去他的面前。不是，神是何等的仁慈，何等的啊宽容，何等的等待我们去亲近他的一位神啊。啊，神是鼓励我们去祈求啊，神叫我们去他施恩宝座前去祈求啊。啊，在这里我们还记得诗篇103篇啊，第八节第九节，刚才我们说神有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不永久怀怒的，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的一位神啊。神鼓励我们去祈求，这里说神是不测责人的神啊。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里说什么呢？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呢，我们就要去向神祈求啊。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缺乏智慧就去向他祈求，就表明说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才能赐我们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来找我，叫我给你智慧，怎么办呢？我也没智慧啊，我哪里有智慧可以给你呢？哎呀，你没智慧，我没智慧，去哪里找智慧？去神那边找智慧，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源头啊。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我们敬畏神，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就能得智慧。使徒保罗应该说是一个可以说在我们众人当中最有智慧的了，学问在最高的最近前的一个人。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哇，简直是好像一本系统神学的书。保罗把福音讲得这么的清楚，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这么的清楚，保罗也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讲得这么清楚。当他讲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赞叹神的智慧。在罗马书11章第33节，保罗说，深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能测透呢？啊，保罗赞叹神的智慧，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谁能识透啊？在患难中我们特别需要智慧，在试炼中我们特别需要智慧，来给我们看透人生，来给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来到祈求神，我们缺乏智慧，我们来到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的面前，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去向他祈求。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是什么呢？祷告呢，是给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面目。我们以为自己好棒，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哎呀，以为自己学问很高，以为自己地位很高，以为自己住大房子，以为自己一切条件都这么的好。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自己是贫穷的，原来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贫乏。所以八福啊，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八福的时候，是以虚心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见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谦卑，必须要看到自己的贫乏，然后我们才会真诚的求告神。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8章，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去圣殿去祷告。法利赛人是多么的骄傲，在神的面前一直夸耀自己，哎呀，何等的棒啊！这个人是完全不认识神的，因为能够在神面前骄傲的人是完全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但是这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远远的他都不敢走进来，他远远的就捶胸啊，这是捶胸的说自己是求告神的名，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个就是真的对祷告有真正的认识，就是看到自己的贫乏，看到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可怜啊。然后这里雅各怎么说？他说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要凭信心去求啊，凭信心去求。信心的祈求，今天的题目是，还记得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神的人。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信心的祈求啊，非常的重要。信心与对神的认识是成正比例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我们的信心越增加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又更大。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圣经而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从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的经验而来。我们在经历上，我们在属灵的路上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种种种种，真的是他圣经所讲的一一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我们祷告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啊，让神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借着祷告就得到智慧，给我们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神是何等美善的神，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是何等圣洁的神。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美善的。在这里说，神就必赐给我们，主就必赐给我们，凭信心去求，主就必赐给我们。雅各书呢，在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呢，雅各这样说，他说呢，我们得不着，我们得不做呢，我们不能得到，是因为我们不去求。我们求也得不多，得不到呢，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乱求，我们妄求。好，在这里我想多讲两句关于祷告的事吧。那祷告呢，不是求自己的意思，祷告是求神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是妄求的话，我们是得不到的。我们祷告来的神，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是求神的旨意成就，不是求自己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才能以信心的啊去寻求他，以信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在这里雅各又说，他说呢，我们呢就不要疑惑，不要有两个心啊，不心怀恶意，不恶心啊，不要有两个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口是心非。那有一些人来祷告呢，他呢心里面根本就不信的了。有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来祷告，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得过神会为我们成就呢？或者是我们口里是祷告说，神啊神啊啊，你为我解决，但是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套要解决的方法了。我们祷告是口是心非的啊，神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祷告完了之后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啊。啊，雅各在这里就是责备这一种的人，我们不疑惑，神会为我们开路，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去开路，但是我们总要相信神的路是最好的路，我们不心怀恶意。他说这一种的人呢，这种疑惑的人呢，心怀恶意的人呢，就怎么样呢？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翻，吹动就翻腾了。这种的人就海上就飘来飘去，哦，他的船肯定会翻腾的。这种的人就怎么样呢？不要想要从主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啊，因为疑惑呢就是信心的敌人啊，疑惑就是信心的敌人。神怎么样讲，我们就怎么样去相信。疑惑呢就是信心的敌人。他说，雅各说，这种的人呢，在他一切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他就随风飘来飘去，啊，随波浪飘来飘去，啊，他没有自己的定见，他拿不定主意的，啊，箴言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路上都要怎么样啊？认定神。
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要认定神，如果我们认定神的话，我们就看见神一定一定开路，一定祈求，一定得应允。得应允不一定是说照我们的意思去成就，得应允神有时候说 yes， 有时候神说 no， 有时候神说 wait、啊、神有时候说好，有时候说这样不好，有时候神说你等待，等待用信心等候我为你成就。对祷告的学习啊，我自己对祷告的学习，我是感觉到祷告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我来祷告，我要放下我的自我，我放下我的自我，然后我以他的旨意为重、啊、祷告是放下我的旨意，放下我的意志、啊、然后我的旨意要跟神的旨意是要 match 的，我需要 align my will to God's will。 I have to align my will to God's will、啊、然后祷告就是要认定神，认定神，我无论怎么样我要依靠他，我要信靠顺服，我要依靠他，我要信靠顺服，他为我成就的就是最好的，他为我成就的就是最好。在这里雅各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要这样的祷告，要凭信心去求，一点不疑惑，知道神成就的会是最好的，不是按照我的意思，那是按照神的意思、啊、最近因为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啊、Afghanistan 最近的、啊、政府的倒塌、啊、塔利班的、啊、统管，我们看到阿富汗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你的心我的心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为着里面的人我们心中非常的着急，我们特别的为着里面的妇女跟女孩子跟信徒们跟一些无辜的百姓，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伤痛，非常的为他们来担忧，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向神发出呼喊，我们就祈求神啊，你开恩怜悯，我们就祈求神，我们心里就很着急，我们就里面心里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觉得神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快快的动手，神啊你要彰显你大能的作为啊，神啊你要搭救，为什么这么多的无辜的人受苦，哎呀苦难的问题啊，世间苦难的问题实在是很深奥，为什么总是无辜的人受害啊？总是无辜的人，他们的命运是这么的苦啊！神啊，难道你没看见吗？哎呀，我们都会这样的祷告。我就想到两方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世间这么多的苦难啊，真是讲不完，真是没有完满的答案。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其实远在第一世纪、啊、保罗的书信就已经告诉我们、啊、在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就已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啊、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在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一方面魔鬼撒旦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他是很勤劳的工作，他是非常的非常的、啊、勤劳的、啊、在工作，所以魔鬼撒旦的工作、啊、使到很多的幽暗，在幽暗里面的人受苦，很多的政府都是败坏的政府，腐败的政府，都是邪恶的政府，都是邪恶的政党、啊、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很厉害。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为这些人求恩，
求恩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要确信，要确信神的慈爱不变，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神的慈爱不改变，神看见，神知道，神听见。因为就好像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向神呼求的时候，哎呀，说神啊，你有没有听见啊？神啊，你有没有看见啊？神说我看见了，我看见，我听见，我听见，我听见你们的呼求，我看见。其实弟兄姐妹啊，难道神不比我们更着急吗？我相信神比我们更着急，我相信神爱这一些人比我们爱他们不知道要多出多少倍。神爱他们，我们要确信神的慈爱，我们要确信神的能力啊，我们要确信神的能力。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在宝座上为王，耶和华为王直到永远。我们要确信神的能力，我们要确信神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要确信神的大能，我们也要确信神的智慧。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神的智慧，神有神的时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啊，神的作为不是你跟我能想得透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这么有限的头脑呢，是测不透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的。连保罗也说，哎呀，深哉呀，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能识透啊？弟兄姐妹啊，神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神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时间表。如果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快快来？你为什么不搭救？神啊，那到底他是神还是我们是神？到底是我们神要按我们的时间表去成事吗？不是，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在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魔鬼的工作是很厉害，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确信神的慈爱，神爱这一些阿富汗的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对他们的爱不知道比我们多出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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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约伯受了很多的苦，神对约伯说，约伯啊，我立地的根基啊，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啊，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明透，我们不能明透。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确信神的慈爱、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在末世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新闻，我们看见的事情，实在是使我们很害怕。我们说，神啊，神啊，愿你在末世的时候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大能的作为，但是是要按照神的时间表，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我们要相信神的智慧，神不误事的，神的智慧，神不会误事。好，第二段呢，第二大段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了，讲到变幻中喜乐。弟兄姐妹啊，人生苦短，这个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短暂。哎呀，就算活到一百岁，活到一百二十岁又怎么样啊？与神的永恒比起来，哇，人生真是短暂的不得了。这个短暂的人生是苦短，真的充满痛苦，而且世事无常啊，变幻无穷啊，人生变幻无穷。在九节到十一节这里，雅各就讲到卑微的升高，升高的卑微啊，卑微的升高，在高处的要降卑啊。今天很风光啊，
很高的地位一下子就倒下来了。卑微的身高啊，无论是富足的杠杯或者是卑微的身高，都一样要怎么样啊？一样要喜乐，在变幻中要喜乐，变幻中要喜乐。人生啊的际遇真的是无常，真的是无常。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面都要喜乐。怎么样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喜乐呢？就是要知足了，要知足，知足就常乐。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三节呢，我很喜欢这几节的经文。使徒保罗啊，哎呀，使徒保罗说，我学会了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我饱足的时候，我饥饿的时候，我有余的时候，我缺乏的时候，我都懂了秘诀了，我都懂了秘诀了，我都知足啊，我都懂会怎么样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都知足喜乐，我都学了秘诀了，因为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就形容到人生的短暂跟世事的变幻无常啊，在这里他说啊，哎呀，我们的人生啊，啊的短暂啊，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样，哎呀，太阳出来一晒就干了，风一吹啊就丢弃了，美容也没了啊。哎呀，富足又怎么样啊？那富足都是短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有智慧来看透人生，不要为这个短暂的人生这么的花心思去投资，一直投资投资投资啊！我们要投资在永恒啊，投资在永恒。我们是在这个世界是暂时居住的，暂时居住的。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介绍一首圣诗，其实我以前曾经讲过，在我们的圣诗本第359首 359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心灵的安宁，我的心灵得安宁。我的心灵得安宁不是在平安的时候，不是在富足的时候，不是在快乐的时候，我的心灵得安宁是在极度的痛苦里面发出来的这一句话。写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在芝加哥，他在芝加哥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和商人，但是在1871年的时候，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独一的儿子死去了，他的生意在一场的大火里面全都烧毁了，烧毁了。然后187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坐船，那个船沉下去，他四个女儿都丧失生命，只剩下妻子被救。当他妻子把电布给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他是唯一生还在他们家中。这一个的律师，这个的作者啊 ，Horatio Spafford， 这一个人啊，他本来那一天是要跟他的妻子跟女儿们一起坐船的，但是因为生意上有一些事情，他就要改天才去。就发生这么大的事，等到他办好一切事，要去跟他的妻子团聚的时候，去接他的妻子的时候，就是在船上的路程上，那个船长就带他去，给他去看在什么地方他的妻子跟女儿的船沉下去的地方，就在那个
地方，他心灵受的很大很大的感动，他就写下这一首的诗歌。这个是他后来在跟妻子在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女儿讲到这个见证，说他的爸爸写这一首诗，就是当时船经过那个他四个姐姐丧失生命的地方，船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父亲写下这个的诗歌，里面讲到风浪滚滚，里面讲到这么多的风波的时候，哎呀，悲伤似浪滚，众试炼来临，无论何环境，我都有确据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蒙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求主快再来，求主快再来，使我的信心能够得实现。云彩要卷起在主的面前，号筒的声音要响起，我的救主要再临，我的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弟兄姐妹啊，这一位的先生，他在极度的痛苦里面，极度的伤悲悲伤，这么大的患难里面，他丧失四个女儿啊，在这么大的患难里面，他竟然能够发出这样活泼的信心的宣告，说我的心灵得安宁，我的心灵得安宁。这实在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的，说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弟兄姐妹啊，雅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是生活在那些经历着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贫穷和患难的人的当中啊。第一世纪的信徒啊，大半都是贫穷，都是在患难里面的信徒啊。雅各就鼓励他们要有属灵的慧眼，信心要稳固，要把他们里面活泼的信心活出来，要在大患难里面要喜乐，要看透人生，要祈求智慧，得到智慧的慧眼来看透人生啊。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不属这个世界的，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个世界的智慧，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功观，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去看。保罗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最后我想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来做结束。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什么？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彼此鼓励，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凡从神生的就能胜过这个世界，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你跟我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啊，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一个患难，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真的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黑暗，让我们能够被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让你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
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接受救恩，就连这个信心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救恩是白白得的，但是我们信了你之后，我们的信心就要成长，我们就要把我们里面活泼的信心来活出来。主啊，今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求智慧，求你给我们智慧的慧眼，让我们能够看透人生，让我们能够看透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短暂。主啊，在这个患难的世界里面，我们求你彰显你大能的作为。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人受苦，看见这么多的人在水深火热的里面，我们求你怜悯，按照你美好的旨意，按照你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荣耀的大能彰显起来，彰显出来。主啊，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也想到我们在远方的亲人，有患病的，有住院的，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挂念这一些我们在远方的亲人，求主怜悯。主耶稣啊，你快要再回来，我们的心多么盼望主啊，你快快回来。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把这一位复活的主活生生的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我们这一位肉眼不能看见的神。我们恭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众弟兄姐妹每个家庭能够在无论什么环境里面保持心灵的平安喜乐，我们知足常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